It's a great deal.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盘股论金节目。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上九方智投。大家好，我是伊可。今天沪深两市走势分化，成交量不足5000亿，主要指数盘中均创阶段调整新低，以中证500和1000为代表的小盘类指数全天表现强于大盘。后市要更多关注哪类指数方向呢？盘面上，银行股补跌，题材股迎来喘息机会，两市板块个股涨多跌少。在半年报披露进入尾声阶段，我们要如何操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江奇和现场嘉宾们的观点，有请江奇。好的，那今天市场上证指数又创了一个新低啊，好像目前为止除了上证50之外，其余的大类指数都创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新低。其实市场走势还是维持在最近一个阶段，又比较弱，然后呢又比较无聊啊，而且地量而且低振幅的这样一个状态没有改变。同时呢，我们每天也可以看到几个主要的 ETF 每天都有不间断的放量，像昨天像中证1000、中证500，今天像上证50、沪深300啊，有不间断的放量。但是市场其实光靠这样拖，其实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这样一个走势，总体上来说的话是处于一个低位盘整。但是呢，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问题啊，因为到了八月底这样一个阶段，市场总体上来说的话，往往在月底这个阶段抛压会相对比较重一些，这次又叠加了短期的一个半年报的因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的市场的跌停板家数其实还挺多的。我记得昨天的收盘大概是跌7%以上的品种有100家以上啊，今天其实也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市场其实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呢，还是复制了或者说过往的一个惯例，一个是月底比较弱，第二个呢是不管是年报也好，半年报也好，季报也好，呈现一个个股比较弱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今天呢，我带来一些我个人的短期的一个看法啊。首先呢，其实我主要提出一个点，就在于因为毕竟到八月底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点上会不会迎来个股小盘的这样一个到九月份的这样一个转折，或者出现一个比较像一点的反弹，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有一定的预期的。那今天带来了几个理由和大家稍微的就是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今天带来两张图啊，其实我主要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两张图都是国证2000的一个日线图，是从2021年到今年为止基本上大部分的低点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的话，2021年的2月8日，当时是春节之前啊，基本上是呈现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低点，然后出现一波反弹。然后到了2021年的7月底，7月28日又是一个低点。再往后推，2022年的1月28日又是一个低点。再往后推，2022年的4月27日，你们可以发现啊，春节那个点其实也是一样，在节前嘛，对吧？就往往是要么是节前，要么是月底，三个时间点，两个是28日，一个是27日。然后第二张图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也是四个时间点，从2023年的4月份到现在为止的图，四次主要的阶段性低点。第一个是2023年的4月25日，低点出现在4月25日，又是月底。第二个是2023年的8月25日，也是月底，而且是去年的8月份啊。当时其实在8月下旬也是杀了一波，然后到了8月底之后出现低点。然后再往后推，2023年的10月24日，又是20几号月底。然后包括像这次的春节前啊，就是今年年初的春节前，2024年的2月6日啊，其实基本上是在这样月底和月初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往往容易形成一个是末端杀，
第二个是容易形成这样一个转折的这样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点是什么呢？就是近几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就在于中证一千，特别是昨天啊 ，ETF 上面放出了倍量，也就是说，相比于之前的均量来说的话，成交量放大了一倍，而且昨天很明显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两段 ETF 上分时上的一个主动性买盘，这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从之前可能，国家队也好，或者大资金也好，只买大型的50300为主的 ETF。开始逐渐的向小的方向去转移，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中证两千，这其实也是后面需要观察的。因为按照我们今年一月份和两月份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就是路径去看的话，也是从大买到小，其实最小的是最后买的，所以说现在其实到昨天啊买到了一千，这其实是一个变化点。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在于高股息啊，在连续上涨之后呢，特别是昨天两桶油出现了阶段性成交占比的天量之后，出现了今天出现一个回调，所以今天的个股环境，也就是我们将说黄白线的黄线还可以，这其实也是得益于什么呢？高股息短期稍微回一下，然后个股这边有一些反弹。但是如果说高股息如果说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持续回，那对整体市场环境的一个个股的一个环境是比较有利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在于我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一个是中报披露结束，因为你们可以看一下最近其实每天的跌停板或者跌幅板比较大的方向，往往都是什么有中报的啊，中报比较差，或者在中报披露出来之后它不及预期出现了大跌，所以这个时间点本周可以结束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一个点，就在于市场越恐慌或者说市场越难看的图形往往越容易形成转折。昨天第一是光脚阴线，也就差不多收盘价和全年最低点差不多是在同一个位置。第二个，昨天其实个股的跌幅是比较大的，其实逐渐的满足了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行情中，可能这周啊也可以称之为末端杀这样一周，到九月份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变盘，或者说是个股层面出现一个转强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那这些观点的话供大家做一下参考。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是两市指数再创阶段新低啊，后市布局侧重哪类方向，然后上证五零、双创、沪深300、中证五百、中证一千、中证两千，大家可以做下投票。然后今天的场外连线嘉宾是许文杰，许文杰可以先来聊一下今天这样一个互动话题，你怎么看？啊，好的，向奇，我这边的话，指数我更倾向于往小的方向，短期我觉得弹性会更高一点吧。因为从最近的这个 ETF 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之前一段时间都是以这个五零三百为主。而这两天呢，开始往这个尤其一千这个方向啊，动的是比较的明显。像昨天的话，我留意了一下，其他几个 ETF 基本上来说就动了一次，然后一千的话动了两次，而且是最近以来已经连续了五天时间啊，都在这个一千 ETF 上面都有过一定的这个动作。那这就让我有点联想到了年初，这个二月初的那个时候，市场在不断的调整过程当中，当时也是先是那个呵护了五百、一千这些偏大的。随后开始动到那些五百、一千、甚至两千，开始动到了之后啊，整个市场的人气或者说情绪开始被进一步的一个点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开始动到一些中小市值的 ETF 这一块，我觉得是需要引起一个重视的。换言之，我觉得月底这两天虽然说指数还在创新低，但是确实需要留意一些潜在可能会变盘的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两天有一些比较低迷的状态，还是跟业绩集中披露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果说去联想一下上一次在集中披露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四月份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先调整了一下，就月底的最后几天啊先调整了一下啊，随后开始呈现了一个可以理解为资金提前抢筹博弈的这样一个动作吧啊，开始一个拉高。那么这两天会不会说在公布半年报的这样一个节点上，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一个提前博弈的现象？我觉得在未来几天里面也可以着重的跟踪。就说总体来说，我觉得指数这个地方，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变盘和拐点出现的。那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其实已经出现了个股要比指数强，黄线要比指数强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觉得，今天这样一个点是不是一个右侧点，或者说是接下来如果说，小盘出现什么情况？因为你现在看好的是偏小盘嘛。那出现什么情况之后呢，你觉得这样一个切过来这样一个动作应该算正式完成了？我觉得大小之间最好能够有更明显的一次互换吧，因为今天这个黄线在上，市场有3800多家
那个上涨的一个加速啊，显然整体是一个指数跌，但是个股并不弱的一个环境。那么后面会不会说五零或者说那些银行类的或者说一些权重类的方向继续去往这个地方释放流动性，然后给予那个小盘那方有更多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动能，比如说出现一个中长阳，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形成一次比较明显的这个右侧的一个信号。那我更多的还是关注大小之间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情况吧。好的，那你对接下来的操作还有板块上有什么看法吗？其实说实话，短期方面从板块角度而言，其实是比较割裂的。因为从8月15号开始，我们其实就在点评也好，节目也好，也在提一个方向，就是华为概念。但这个概念呢，其实这段时间走的是比较坎坷的。只有一些龙头的品种在那边带高度、打高度，但是一些后排的跟风的品种，说实话，这2周以来跟风效应其实并不是很强，高度其实并不是很高。我看了一下，除了龙头品种已经涨到了10连板以外，啊，其他的一些这个跟风型的品种，比如说像有一些20厘米的品种，最高的高度也没有超过100%的，啊，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就是说后排的或者说板块的效应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强，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说需要用纯粹的板块思路去看待的话，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因为板块效应本身就不强。那我更多的是关注什么呢？如果说偏左侧来说，就说当指数没有确定企稳止跌的这个中长阳线的信号之前。我认为整体市场可能还是偏抱团，因为整体的量能是比较少的，没有办法去支撑某一两个方向这种像华为概念这种比较大型的板块集体有一些发酵，这个难度可能比较大。那么资金怎么办呢？在量能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围绕着一些所谓的高标、高位股、强势股去做局部的抱团。那么在指数依然维持着弱势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状态还会延续。那么什么时候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会打破呢？就是当指数出现明显的止跌信号了。打个比方，出现放量长阳了，那个时候我觉得短期内比较最近大家看到涨得比较凌厉的一些品种，可能就会跟指数之间形成一个反向，就是新的方向开始冒出头，然后老的方向开始被资金去不断的去抛弃，流动性开始有一定的这个腾挪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天应该来说是新老之间的一个交替点，一个交替点。然后那个新的方向关注哪个方向，我的风格因为不会去猜，我更多的是关注当指数出现中长阳的那一天。最强的板块，我更多的是跟随为主，而不是说提前去预判哪个方向可能会走出来，这是我后续的一个预案吧。好的。那当下的话，你觉得就是还是在老的热点里面做强的方向呢？还是说，先考虑潜伏后面如果切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方向呢？偏向我如果说让我一定要选，就是当下一定要做的话啊，这是个大前提，当下一定要做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在老的方向里面做会好一点，因为。我自己风格因为比较偏右侧，我更多的想等到信号出来了之后再往新的方向去切，而新的方向因为可能未来会异动的方向实在太多了，但是你如果说提前去切的话，很容易就是太左侧，然后市场的机会真的来临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仓位了，没有资金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还不如等到这个信号出来了，最低点不要，然后右侧信号出来了之后再做一个跟随会更好一点，而在这个信号之前，我觉得老的方向。起码它已经表现出了强势，那么围绕它做一些文章会性价比高一点吧，我觉得。好的，然后我们谢谢许文杰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是现场两位嘉宾，一位是牛核心，一位是张瑞哲，然后也是一样，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两市指数再创新低，后市布局侧重哪类方向，然后几个大指数，先从老牛开始吧。哦，我后面还是偏向于一些小的吧，因为小的调的比较充分一点。那就一因千两为千。你像1000、2000，另外像创业板，包括深圳的成指，他们都是同步的五浪下跌，应该是说从结构来说，已经快达到今年2月份的这个低点了。所以从位置来说，我认为他们二次探底基本上，至少说到这个位置应该是到位了。因为我们记得2022年当初有两个低点，一个是2863，一个是2885。它也是做了两个双底，然后开展周线的级别的行情。我们这一波调整呢，实际上小票先调，啊，现在我认为大票可能会有一个补跌的过程，但是大票要调到今年2月份的这个低点可能性不大，但是小票基本上调整到位了。啊，今天带两个几张图，一个是上证五零，我跟上证指数做个对比。这两个呢，应该说是大家最关心、看的最多的，因为上证五零是代表大票，是代表一些红利的一个指数，相对来说，它走的结构
并不是下跌无浪。再说它和二月份的低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一个，上证指数今天是创低的，但是它主要是一个什么，一个下降的楔形，就是有一点感觉到什么，是一个阴跌，就是不是放量，而是慢慢的磨往下跌。那么这种结构呢，伴随着后面可能会有一个加速，然后加速，然后起来啊，这是从两个比较强的啊，另外啊一张图呢是创业板和两千，这两个同样我们是以啊今年二月份的这个低点做对比，这两个低点现在基本上真的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明显的都是同步的下跌五浪。那么按照波浪理论来说啊，五浪下行推动浪，接下来基本上是进入一个末端啊，可能会开启一波 ABC 的一个反弹结构。那么从这张图来说，现在最弱的已经到达了今年二月份啊，就是他们转折开线的一个阳线，就是第一根的阳线附近。上证第一根阳线是在2805点，但是从创业板和两千基本上是到达啊，今年啊最啊就是反转第一根阳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从这个位置的角度来说，也是我认为调整差不多了。所以说从盘口的一种现象，包括这两天开始啊资金开始向啊一千上面去运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盘面虽然指数是下跌的，但是今天红盘加速多啊，明显今天特别是我想讲到一个什么平均股价啊，另外一张图就是我带来的平均股价。为什么讲平均股价？平均股价是反映我们整个市场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中位数。为什么这段时间大家体感不好，平均股价跌了28%？所以说你说大家会有体感吗？因为平均股价是代表整个市场的人气，是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平均股价也是达到了今年二月份的这个低点，二月份这个低点平均股价最低的时候是什么？13.95块，现在平均股价回到什么位置了？14块，基本上已经达到这个位置。那么相对最近啊表现大家不太看好的微盘股指数相对还是比较强一点。总的来说，我认为现在的整个市场，我们的看点并不是关注上证和上证50，我认为是关注同步下跌五浪的这些票。如果一旦他们起来啊，我认为市场的反弹就会开启。那么这里有一个呢，我认为有个信号，什么信号？就是什么能改变趋势？一定是成交量改变趋势。我们二月份探底的时候是加速，最后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线和一个量，改变它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也是等待，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我偏向于就是下周进入九月份这种小票无浪下跌的小票，他们先开启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总体来说，在这个位置我是不是太看空，我是随时做好上车的准备。那你这个上车的右侧信号的标准，或者说是出现哪个量化的条件之后，你觉得这个点是一个加仓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呢？有几个点。首先一重大的政策推动啊，类似于有能给市场带来增量资金的一些政策。另外一个，从实盘角度来说，量不骗人，现在5000亿如果是出现一种啊，至少说是增加了一半的成交量，达到8000亿甚至9000亿，类似于我们说个股样子叫倍量。如果之前出现量同步放大50%甚至70-80%，我认为这个低点的产生概率是比较大。因为二月份是同步的，我们现在分类指数的一些，我们像创业板深圳的成指啊，包括1000、2000，他们都是同步的。如果哪天他们同步，就是不管是单一的一个放量，是这些同步的指数都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大阳线，我认为是一个反包开线。另外伴随着一种倍量的出现，我认为整个市场的转机出来，这时候应该是抓紧时间上车。好的啊，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张律哲来聊一下，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觉得当下应该侧重几个指数上面的，偏向于哪一个？我觉得观望吧。啊，如果就是基本上都不选，然后先等一等，对观望吧，如果是要做，就是像类似平均股价这样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大的小的，都应该先观望一下。但如果是做高股息的话，或者这那些调整就是机会，我还是这么说，因为好多很多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应该是个趋势啊。那么我来聊聊观望的原因，还有我觉得，当然九月份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机会啊，就是无论什么股，就是消费啊，这种地产之类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啊，等我再说。那么我先讲讲为什么就是现在暂时先要谨慎观望的，就短中期啊，谨慎观望的原因啊。首先，我认为就是现在的情况，其实是股市为什么有一个下行的情况，其实跟企业盈利有关系，企业盈利有关系。我先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为什么说现在跟企业盈利有关系啊。首先，我们看一张图，我带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左边是日本的股市，右边是美股标普五百。啊，这个上面那根深蓝色的线，是指的是利率，它的逆序啊。其实如果是正序的话，这个利率是往下走的，就是蓝色这根线是往下走的啊。它做了个逆序，就是越往上走的话，其实就越是跌的啊。然后那个下面那根浅蓝色的线呢，就是它的就是指数。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用框框出来的，就是在日股，当他们利率在往下走的时间段的时候，它日股其实是跌的，从90年之后一直到2011年这段时间，其实一直是跌的。你利率下行就是降息嘛，对它的股市其实没有影响的，对吧？但是你看右边美股的话，哎，降息是有影响的，越是降息好像越是涨得多，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好像降息跟指数的上涨相关性好像不怎么大，要看就普通的市场相关性不大。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就感觉相关性就大了。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下面这张图呢是讲的他们的上市公司的 ROE，就是盈利能力。日股在2012年以前，就是你看我前面那个，特别是在90年到就是九六七这段时间，它的盈利能力是一直往下走的，对吧？它一直是在个位数的增长，但是到2012年以后，你会发现它的 ROE 又上去了。这个跟前面那张图，就第一张图那张对应很清楚的。他们是从2012年以后，他们的股市开始见底往上走的。然后呢，我们看美股右边那张图，美股的 ROE 基本上就是中位数跌，慢慢往上走，对吧？就是在十几个点左右，然后呢，慢慢的都在一个比较好的区间里面，虽然有波动啊，但是它一般都是比较高，就支撑美股为什么长期涨的一个逻辑。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利率就是分母的作用，它其实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主要还是业绩。你业绩往上走，如果你利率下行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你一个，对吧？如果你分母往下走的话是没有用的，分就是那个业绩往下走的话，你分母再低也没有用，就大概是个这样的情况。包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个什么现象呢？就是美联储他们加息，那只是一直涨的，逻辑上不通。你加息怎么你股市怎么涨？其实他们业绩好，业绩好的时候，它可以顶着你那么高的利率继续往上走。其实这个逻辑也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目前的状态。那么我们 A 股呢？我们看看 A 股下面一张图 ，A 股是什么情况呢？2022年4月份以来，就这张图很清楚啊，就是你看这个指数跟 EPS 就是业绩。很明显，指数是跟着业绩走的，对吧？就上面那张图，跟估值关系不大，就是你业绩在下滑，导致这个在往下走。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4月份以来一直是 A 股就是很难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那么什么时候能起来呢？其实很简单，什么时候业绩能够起来？什么时候我们看这次半年报只是及预期，但没有超预期，对吧？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业绩这个事情如果不起来，它其实 A 股你要掉头是蛮难的。怎么再看下面那张图，其实也是可以反映得出来。这张图是近期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段时间一直在很，包括我自己啊，在去年其实也在想，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了？对，我们这里可能对吧，分母下行会有利好，很多的外资会进来对吧？对，北向资金会好。但实际上，今年的5月份开始，其实这是利率预期啊，就是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从今年5月份开始，美联储降息是每次出数据，我们都认为在9月份降息的概率大一分，对吧？你可以看到很清楚，降息的预期在往下走，往上走。这个在慢慢的这个数据很清楚啊，但是你会发现今年5月份之后，北向资金它是往外走的，就整个净流入额归零，对吧？就是这种很少见，为什么呢？其实可以发现，就这个他们的降息跟我们是关系不大的，对，就是跟我们对我们的利好是关系不大的。所以说呢，核心原因在什么地方？核心原因在分在业绩上面，对吧？所以只要这个业绩它不拐头，我觉得这个趋势，我觉得是。挺难的啊，这是我对这个整个趋势的判断，就是弱势格局
短中期内看样子是蛮难改变的，长期我是很看好的，这是第这个原因。那为什么说九月份我认为可能短期会有一次反弹？反弹啊，这个反弹，而且就是指数级别的可能会有个反弹。原因什么呢？原因就是怎么样使得这个就是这个业绩会有一个逆转，其实跟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比方说啊，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出过一种4万亿的政策，就这种级别的政策，这种比较规模的这种放水的政策，可能会有这种效果。但是有些会有一些小级别的放政策，比方说去年有过特别国债，今年的5月份有过一个对地产的一个新政，哎，这些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政策。但是呢，这类的政策呢会引起你反弹。那九月份呢，可能我觉得市场因为看到一些很多的数据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包括市场一直在跌嘛，对政策有预期，对政策会产生个新的预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5月份出政策，但是3月份、4月份开始涨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预期是导致共同预期出现才有那个。那么我认为呢，10月份可能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政策，就是现在看到很多研报啊，这些宏观的研究员他开始说这种情况，我也听到。那么9月份一般9月份会产生预期，而且正好是8月份这个落地之后，半年报落地之后，很多的利空短期内看不到了，一个窗口期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可能产生个预期，这个预期涨多久我不清楚，这个东西涨多少幅度我不清楚，应该会有。那么当这个预期出现的时候呢，会对地产消费这种顺周期的行业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都是300里面比较多点了，对吧？就是你说创业板里面肯定会有，也是一种偏正周顺周期的这种大的这种可能性。小的我不是很研究，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大的会有，但是呢，同时的会对一些像这段时间涨得比较好银行，对，涨得比较好高股息，他们可能会有个调整。但是最终的结果，我觉得除非出现重磅政策，否则的话，我觉得高股息这次之后是调整，这次调整还是机会，调整还是机会。所以说，这里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波动产生机会，但是整体的大趋势，我觉得趋势这种是很顽固，一旦形成是蛮难改变的，所以我对趋势的判断还是这个判断，但是九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机会。我问一下，那你觉得高股息调整是机会，那你觉得下面东西顺周期反弹一下是不是一个卖出的机会呢？对，就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对，一样的，一样的。这次九月份其实每一次，你看每一次市场跌到两就点数比较难看的地方，对吧？都会有些什么新的出来的，或者一些小的那种，对吧？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东西出来，就是会对市场人产生一定的预期。对，这个预期形成的时候会有反弹，但是看你落地的大小，有些很重磅的政策落地啊，大家会200-300点可能，有些可能就100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好的，好的。然后在听完现场两位嘉宾的观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嘉宾在有看头 APP 上发表的观点，有请一可。好的，江琪，今天栏目组为大家精选了来自有看头 APP 上的嘉宾点击内容，他们分别是来自宋路一和丁维民。宋路一表示，市场继续缩量震荡，看好八月最后两个交易日市场回暖。丁维民认为，在操作上结合个股中报业绩、超跌绩优品种，可以尝试分批布局。更多点击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有看头 APP。 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可以在有看头 APP 抖音号上发表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最后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如何把握下半年市场底部反弹先机，一战胜过全年追涨杀跌？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专享 VIP 会员30天免费体验，携手穿越市场底，精准布局5年一遇的投资周期，与行业大咖同频共振，直击市场脉搏，深度解析中报行情，一键设置指标组合，智能提示超跌反弹信号，让您在波动中发现价值，深度诊断个股趋势，帮您在市场低迷时精准识别优质公司。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江琪。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投票结果啊。今天题目是两市指数再创阶段新低，后市布局侧重哪类方向？然后看了一下，总体比较平均啊，但是选大的朋友可能会更多一些。上证5022%，双创21%，然后沪深300的话21%，小的这边的话就少一点啊。中证50010%，中证100016%，中证200010%。好，我们先进广告。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选股困难，就看九方。
九方之涛，行情资讯就用九方之涛，实时答疑就选九方之涛。九方智投股票行情软件，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老凤祥凤祥喜事提醒您，精彩继续。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好，我们后半段是聊一下操作，还有看好这些板块的一些情况。那首先呢，我先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其实最近我个人做下来其实还可以啊。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前一波大概从七月份到八月上旬这个阶段，我们总体是做了军工啊，特别是小军工，那一个阶段是两千也是比较强的。做完之后呢，其实到八月上旬左右之后呢，我们开始换偏大市值的一些方向。当时最主要一点，我要防什么？防八月底的个股的下跌。其实最近可以看到，很明显小盘类的方向跌幅要比大盘类的方向来得更大。然后其实从收益率来看的话，今天拿了个锦囊一号近一月的收益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锦囊一号近一月啊，然后收益率是11.31%，然后沪深三百的话同期是跌了3.6%，也就是跑赢指数差不多15%个指数点。目前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地产，一个是生物的制品。然后本来是有一些军工的啊，今天是大军工这边稍微减了一点，开始往弹性方向去放。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开头那一段，就是说从之前八月上旬之前做的是小的，当时小的强，包括 ST 当时是整个市场里面最强的方向。然后到了八月上旬换大的啊，从八月上旬到现在这个阶段，大的也回的，但是回的没有小的这么多。然后到最近几天，因为毕竟到八月底了啊，我可能会去考虑一下，如果九月起来的话，我认为小盘的方向、中小盘的方向弹性要比大市值方向来得更大一些，好吧？所以是有这样一个操作在。然后两位嘉宾也可以谈一下操作还有看好的一些方向，先从老牛开始吧。整体老我说啊，这个市场应该说，从我对市场的理解啊，有可能是进入一个这一波调整的一个最后一跌。八月份呢，实际上半年报基本上披露完成以后，我认为这方面的财报的风险已经释放完了。另外到了九月份，从整个时间角度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做反弹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过了九月份如果不起来，那就要到十一月份了。所以我偏向于九月份可能是一个百点的一个反弹啊。如果上证指数回到2800点，它能弹到2900啊，我的预期可能就是100点。如果是超预期的，那一定是叠加很多一些我们说啊，超预期的一些政策。所以说九月啊，就是到下个月开始啊，九月初啊，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我们呢实际上就是等待一个信号，就是我前面说了嘛，就是信号一定是在量上面，就是在博弈上面能看到它。因为趋势是什么能改变？只有成交量能改变。如果现在突然指数啊开始一根大阳线，成交量放大到8000亿，我认为 OK 来了就来了，对吧？再说从技术上面，这些结构的一些指数基本上五浪的整个推动浪，就是这波下跌量基本上完成了，至少说啊在技术上面有一个修复吧。所以说对九月初的这个低点出现，我的预判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一旦有这个预判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位置我不看空了。首先对小票我不看空，因为这两天明显感觉到小票开始啊继续下跌，甚至抵抗了。另外一个每天的涨停板的加速基本上是来自于小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短期我认为信号已经开始有所出现，但是就是在实盘当中我们就要等啊。这里实盘操作当中呢，一般性出现这种信号，它的整个每一天的走势啊，它是不是啊像我们现在是 V 字形上下的，对，它是以30度到45度的整个坡度往上推的。如果上证指数上午
就能涨到30点到50点，是这种30度到45度推了 ，OK， 起来了，一定起来了。那时候嘛，在操作上限加仓，限加仓，关键看什么板块能领起来，这里是一个方向。所以总体来说，我偏向于错杀的小票，因为二月份的整个反弹就是错杀的小票，它的弹性最好，甚至很多票是翻倍的，所以说这一波起来，我认为偏向于跟二月份的结构一样。再说这些调整到位的，甚至我们看了一下，很多票现在的位置已经回到什么2635的位置，甚至回到了2500点，甚至2300点这个位置。我认为位置到了，关键市场现在这些票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缺乏流动性。一旦市场有资金开始回稳进来以后，我认为这些错杀的小票，至少说博弈它的整个弹性，我认为胜算的概率是比较大。另外从整个交易性的机会来说，我偏向于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它小票到位再叠加近期的一些题材，就是题材到位，位置到位，量到位，那一定会起来。所以交易性的机会我偏向于这个，但是中长线的机会，我认为就下半年哪些行业由于什么有一个拐点，它的景气度回升，我偏向于市场一定是自下而上的，关注的是一些电力啊，包括是新能源这一块。新能源最近的政策是比较多，新能源板块里面最看好的是设备，风电设备啊，风电设备它有海上风电设备，包括陆地风电设备，包括最近的一些政策，我偏向于这一块，应该说它的弹性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消费类的，农林牧渔这一块呢，实际上它的景气度，包括它的整个营收是2023年的10月份见的低点，然后开始回升了。那么随着我们第四季度马上进入了一些大的节日啊，包括冬季了，我认为一些像肉食品啊、副食品啊，我认为涨价的概率是比较大，所以偏向于这些消费类，它有一定的弹性，可能会延续一段交易的时间。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方向还要在实盘当中去验证，但是我的整个操作的方向大致就是先做弹性好的小票，然后再去做投资性机会的一些行业转势的一些板块。好的啊，就是我们前面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仓位的问题。你前面主要说出现这种右侧的大阳线之后出现一个加仓的行为，那我们仓位这边的话分两块来说，一个是当下目前还没有到右侧之前，你觉得保持多少仓位比较合理一些？第二个是如果到右侧之后出现这种你认为的右侧信号之后，你觉得仓位能提到多少？我们的我现在自己的仓位基本上是在半仓左右，是做一些标配的嘛，做一些投资性的，包括港股的一些标的，另外一些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些票，包括现在还是比较看好的一些低位的一些东西。如果信号一出来以后，我认为这是一个时机。那么这种如果是标志性的K线出来以后，至少说整个市场的弹性出来，那首先我会把仓位打到80%甚至90%，好，就是快速把仓位提升到8-9%，好，然后再去不断的跟着行情的变化，进适当的整个板块结构的一种调整。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前面讲到新能源板块，但是你有讲到核电，就是和那个风电，那你现在主要是在新能源板块领域里面的话，主要是看风电和核电这两块，然后其他的像光伏啊、像锂电啊等等一些的有看法吗？这两块我认为它的整个基本面还没有到达一个共振的转点，所以说虽然最近包括光伏啊、包括像锂电这一块是有政策出来，但是它的整个去库存还在进行当中，但是风电设备这一块呢，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它的景气度已经回升，不排除这些风电设备未来的出海概念出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偏向于如果做价值型的新能源，偏向于就是风电设备和核电这一块。好的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请张瑞哲来和我们聊一下操作和板块的一个看法。操作上面就稍微说说就是高股息，就现在就是条线，
其过去还做些其他的，现在可能就只能仓位高吗？现在我仓位大部分在这个，啊、还有一些港股嘛，啊、就这些、啊，主要是这些。那个我就很简单，就是只要它调整，我觉得是机会。对，当然，那个如果说出现，就是刚才真的出现像大的那种，这种大级别的这种事情出现了，像超预期的政策出现了，对，那立刻就回头，就全都到，可能就要全都到消费啊这种这上面去。这个就是目前的策略啊，估计很难改变啊。那么我主要今天讲讲像这样游戏行业，这次就黑神话悟空嘛，嗯，对，我自己平时游戏玩的比较多一点、啊，对这个行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点。这次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呢，对游戏行业呢，可能影响的并没有那么大啊。我先聊聊游戏行业是个什么状态现在。现在我们平时玩的游戏呢，大概分成这几类吧。首先一类像这种平常看到的像叫竞技类的游戏，是什么撸啊撸啊、DOTA 这些，就是偏竞技类的游戏，更多的是在你每个人的实力上面，对吧？你打得多一点，然后你要操作的好一些这些什么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那种付费的这种道具类的游戏，就是说你可能充值充的多，可能就厉害一点，但都属于网游，都属于网络游戏，是要联网互动的。还有一种特别特别小众的市场啊、就是指这种像黑神话悟空的这个游戏，是叫买断制付费类的游戏，就是它不联网，单机的，它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买了之后我可以玩，想玩想玩多久玩多久，但是呢就一次性付费，以后也再不去续费了。这类的游戏，这类游戏呢，这次出的这个是特别的，属于说天时地利人和到位了，就是没有想到它那么爆炸啊。就是首先它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第七季也好，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小众的游戏，虽然说全球卖了，现在预期啊可能卖到2000万份，但是呢它还是个小众的市场，因为大部分的游戏公司它不会储备这样的项目。对，不过这样的项目它有个问题，就是说就做得确实特别好，但是你做的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少有这样情怀的人去愿意去做一个制作周期特别长，然后呢风险又特别大，万一你做了7年8年你卖不好怎么办？然后投入其实也很多，回报其实说实话，他现在已经超了很大的预期了，接近2000万，但也就是50亿的盈利吧，左右毛利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像什么撸啊撸这样的游戏，对吧？每月的流水就3亿美金以上，他每个月都能换个皮肤就要花钱，换个皮肤就要花钱。像你这个是一口气买断，你要制作那么久的时间出来，对吧？然后万一你出来之后，你又万一不卖座怎么办？因为我们不知道7年之前做的游戏，7年之后还流行不流行，我们谁都不知道的，对吧？万一你做完之后一看不流行了，当年很多风险，对，当年很多网页游戏，对，做的时候特别好，后面游戏引擎一换，哇，原来可以差那么多，那一下子就是白辛苦。所以说，像这类的游戏呢，就是风险比较大，然后呢，做的人确实比较少，对游戏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其实是不那么，就是不那么明显的。不过有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明我们游戏行业的土壤其实是很好。我认为啊，我是非常看好游戏行业这个行业的。只要你说明什么呢？你看一个小众的游戏，你只要用心制作，它都能够爆发出那么大的。哎，如果托说它是个网络游戏，它是一个，对吧？一个 SL 级的什么 RPG 的游戏，它可能如果能这样做，就会不会像魔兽世界那样，就是更加夸张，对吧？就是它是给你土壤的。因为我是这样认为，游戏行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就像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现在像手机电视买了电视，对吧，空调这种，其实它其实都在存量市场里面了，就一般只有换，你不会去新买，对吧？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过手机，我新买部手机，这是增量。但是现在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了，没有每个人都有手机的，除非出现什么 AI 手机出现大的增量，不然要出现大的换机潮是很难的。但是游戏不一样，游戏呢就是像老牛这样的年纪的玩游戏，哎，他肯定也玩游戏，但是他不会为了游戏付费。虽然说游戏一年一个月花个几千块钱，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不是说他没有这种习惯，但是新生的零零后，他们一只要生下来，他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他们是有这种付费的习惯跟意愿的。所以说，对游戏行业付费的用户来讲，付费的用户其实未来是越来越多的，有增量，不是越来越少的，对吧？不像买手机只是个周期，但是游戏的增量是越来越多的，而且呢，未来的游戏会越来越好玩，像悟空这种。它其实游戏的可玩性什么都是越来越好玩，然后呢加上 AI 的一些东西，加上文化的一些东西，而且还有带了出海的一些概念，你会发现它其实增量会越来越大的。就这个行业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看好的。怎么现在呢就确实是啊周期的问题处在一个那个阶段，但是我认为新的周期来了之后啊，我觉得这类游戏行业我是极其关注，极其看好的一个行业。所以游戏是偏中期的，高股息也是偏中期的。
不，它就是游戏是高股息，其实是逆周期行业嘛。嗯，对。它是一个游戏其实是一个顺周期行业。之前认为游戏因为免费游戏嘛，怎么会是顺周期呢？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前面说九月份可能会有一些预期做一些顺周期的方向。嗯前面讲的主要是消费嘛，消费和地产嘛。对对对。你觉得游戏是里面其中一项吗？算也算消费类的。也算消费类的。对，你知道有那个的话，当然会对这个有影响。对对。只要是跟消费有关系的，只要你花钱的。无论是可选的还是必选的，其实游戏行业我是偏向于它有点必选消费的，对，它是有点跟对吧，白酒啊这种有点类似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它是还是很有机会的未来。好的好的，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听听场外嘉宾熊武的观点。指数依然延续弱势震荡风格，存量资金博弈下，市场跷跷板效应明显，权重股回落，小票偏修复为主，但市场目前依然缺乏增量资金，信心不足，还需等待市场情绪好转，关注成交量，有效放量。操作方面，市场人气依旧偏弱，短线资金持续也偏弱，板块轮动加剧，以超跌反弹为主，关注机器人、华为和消费电子等板块。好，接下来进入有看头知音优选板块，听一听张浩今天带来了哪些优选的内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知音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知音优选策略。市场近期持续低迷，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有很多股票已经开始明显的异动。那么在这种行情当中，哪些机会有望成为接下来市场主攻的方向？我们又应该如何在这个当中来进行优选股票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每当在季报的披露前后，尤其是在市场整体偏弱的时候，业绩大增的方向往往更容易受到资金的追捧。那么回顾近几年的表现，每次在季报披露完成后，股市都会出现反弹行情，反弹的时间通常在一个月到一个季度左右。现在中报的披露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市场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反弹机会，因此我们现在更要提前做好规划，只有这样才能在行情真正来临的时候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账户快速回血，甚至获得超额收益。否则的话呢，将有可能会白白的错过接下来的反弹行情。那么到底应该布局哪些方向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那些中报业绩大增，同时又有资金抱团参与的机会。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品种，中间这家公司的第二大流通股东为私募基金，中报业绩大增超过了200%，业绩披露当天股价涨停，休整一天后今天再次涨停，走出了三天两板的行情。那么另一家公司呢，获得北向资金和 QFII 共同持股，中报业绩大增近50%，业绩披露后的第二天开始上涨，形成了三连板的走势。那么不仅如此，在近期市场当中像这样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因此我们今天从中报业绩大增的方向入手，帮大家精心整理出了一份中报业绩大增的资金抢筹名单。那么领取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我们拿到这份名单以后，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这其中的投资机会呢？下面咱们通过三个案例来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来看下一张题板。第一家案例公司是由两家私募基金持股，同时北向资金新进买入了230多万股，在资金抱团的同时，中报净利润大增近60%，而且近期量能持续放大，形态上今天一根大阳线突破了平台上轨的压制，有望开始加速上涨。第二家公司有社保基金重仓持股，同时北向资金又加仓了450万股，中报净利润大增170%，今天放量突破下行通道的上轨。案例三，公司有两家私募基金持股，同时北上资金加仓近480万股，中报大增近2倍，形态上放量突破了下行趋势线的压制。那么以上这三家案例公司呢，也都放在了咱们今天这份中报业绩大增的资金抢筹名单当中，你不妨现在就拿出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提前布局接下来的行情机会。好的，今天的有看头知音优选策略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好，然后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热点的优选，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投标内容。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爱学习的股民，股票学习机来了，专业陪伴，高效学，智能 AI， 精准学，九维课程，体系学，九方智投股票学习机。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盘股论金节目，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上九方智投。欢迎继续收看盘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请将其公布互动话题的投票结果。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是银行股补跌激发个股活跃度，半年报尾声阶段如何操作啊？其实是有好几个选项的。第一个继续抱团高股息是13%的选项，然后埋伏三季度预增股是18%，然后抄底抄跌的错杀股是26%是最多的，然后跟随资金不做板块选择10%，然后持股不动是27%，然后其他是6%，然后支持的嘉宾观点是牛核心更高一些，然后后面是送福利啊，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智投 APP， 快速挖掘优质公司的投资机会。更多投资工具请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智投 APP 下载体验。然后我们是广告。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选股困难就看九方智投，行情资讯就用九方智投，实时答疑就选九方智投。九方智投股票行情软件，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最后也是稍微简单谈两句啊。其实市场呢确实给我感觉是很无聊的一个行情啊，因为振幅又低，成交量又低，然后很多东西呢又不持续啊，涨一天第二天就跌，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机的这样的状态。目前呢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一个还是前面讲的那个问题，毕竟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了啊，因为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就给两张图对吧，近两三年时间每一次到了月底或者每一个主要的大级别低点都是集中在22号之后到30号这个阶段里面，也就是说近几年的行情只要是这个低点啊，往往就是处于20几号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往都是有一个末端杀啊，而且杀的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中证2000最近其实跌的还是挺快的，而且也创了新低了，其实这些条件都满足。那目前呢主要等的是两个啊，一个是左侧上在中证2000 ETF 上面有没有放比较大的量啊，昨天是1000放了，是不是后面再会传导下去？因为今年2月份当时见底的时候也一样，1月18日最早的上证50，其实我们这次上证50到今天还没新低呢，也是最早见底的，对吧？其他都新低了，上证50就他一个没新低。今年1月份也是这样。然后个股层面的话，中盘类的像中证500啊，当时双创啊是2月头上，我记得是2月5号还是2月4号，是2月头上见的低点，最后一步。就中盘见底之后，小盘微盘2000又创了个新低，到2月8日再见底，它是一个大中小的过程。那现在最近的行情其实也有一点这样一个情况在，上证50到今天都没有新低，其他全新低了。中盘500、1000，近两天在 ETF 上面也出现了异常成交量，对吧？开始有那么一点这样一个动作在了。
那接下来的重点是什么？两千 ETF 会不会有动作啊？所以这是可能观察的一个主要点。第二个呢嘛，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重点还是在右侧，对吧？现在毕竟是左侧嘛，你涨起来之后才叫右侧，那看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右侧能够去突破一个整体的下降趋势。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说到的上证指数2888，大概碰了大概六七次了啊，碰到就下来，碰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有效的突破啊，这其实都是一个盘面的一个观察点。然后操作上的变化呢，我前面也谈过了，主要还是在于可能现阶段我个人可能还更多的是从之前相对抗跌的大盘类方向，逐步的往中小盘的方向去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好吧？然后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先牛核心谈一下吧，还有两天就差不多到九月份了，你觉得这两天行情会有什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吗？实际上从我的操作，我现在就是随时准备上车吧，嗯，因为现在就等信号吧，如果信号出来以后就是加仓，如果信号不出来还是等待，但是我偏向于未来就是在一周之内应该会出现一个类似于50点的一个大阳线，这是我对市场的一种预判。如果市场预判跟我实际操作是相同的，那毫无疑问先提升仓位。仓位呢，实际上我还是偏向于最近我看了一下，就是在最后杀跌的时候，部分的小票已经开始出现弹性了。盘口上面我已经发觉很多票就是中报披露完成还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整个弹性已经出来了。如果在指数还没见底，部分的小票先有弹性，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方向。至少说你抓超跌反弹，他们的成就是你进场的这个胜算的概率，我认为是偏大的。所以总体我现在是时刻准备啊，可能会进入一个加仓的一个周期。好的，然后张瑞哲也可以稍微聊一下。我蛮同意老牛的说法的，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九月份了嘛，对，还有几个月就年底了，对吧？对，就是按照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越到年底压力其实越大的，对，就跟弹簧一样。对，就是对政策的博弈的胜率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看多的，就是短期内啊，看多的胜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高，就直到啊，就是到越到国庆节，我就是到十月份嘛，对吧？越往这个地方，对，我觉得胜率越高，就最后还是会弹起来那么一下，对对对对对，它反映这样预期嘛，对，应该会有一次预期的反应的，应该会有一次预期反应的，不然这个我是。凭借嘛，这段时间下来大概跌了三年了吧，就是基本上每一年里面都会有一次到两次这样反映这样的预期，后来预期兑现成什么样子咱们不知道，就是强预期弱现实也好，随便怎么现实，反正预期肯定会来一次，这次预期来多少呢？我不清楚啊，老牛刚才说是100点左右，我是不清楚，我是希望大家预期来了那个一点，但是从现在的压，因为这个跟压力有关系嘛，压力越是大其实预期越是高嘛，对，所以我觉得100点可能不太值，我觉得还是蛮看好的，就是可能会高一点，但我还是倾向于这仅仅是个反弹，就仅仅是个反弹，最后还是得切到高股息上去。对，就是对于高股息来说的话，调整是机会啊。对于那个来说的话，左侧我觉得问题不大。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啊，因为前面讲到一个点，就在于如果说那边确实出现这样一个预期了，市场也反映出来了，然后高股息也回调了，其实对交易来说，特别对你这种现在在高股息上方向的一些投资者来说的话，会存在一个问题，是反应出来之后换，还是说索性就不换了，就扛过去，扛过高股息这波回调，因为它有一个点，现在行情有个特征，就经常比方说来一根大阳线，它可能一两天就把你所谓的预期给反应掉了，对吧？你再换的话，你换过去的话，它反而可能是个高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我举个例子啊，马上8月份 PMI 出来，对，9月份会反映8月份的那个数据，对，数据越是不好，越是该换。如果数据一般，那不换也行，扛一扛就行了。因为你数据越是不好，越是博弈政策的预期会越是强，越是强的话，就不可能一两个阳线嘛。对，那大概就是这个逻辑。我是一棵树，我在荒芜的沙漠中等待着。你说。我是这里绿色的希望。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在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一辈子
只是栽树。你用一生的时间只为了实现荒原变林海的誓言。月亮山报平安，一切正常。你在日复一日的孤独中守护着这片林海的每一寸安全。